它这只鸽子怎么不动啊？好可爱哦 ！Hello， 这只鸽子认识我哎，还是它生病了 ？Hi， 飞呀，飞了，在石门水库的坝顶上，好漂亮。哦，今天天气太好了，太热了，会中暑吗？大美人，会啊，眼睛都睁不开了。这现在是在石门水库的大坝的顶上，那边在整修呢，那个上面有个凉亭啊。走，往前走吧。坝顶风光，石门水库的坝顶风光。吓死！现在游客都好比较少了。被这个吓到了。这什么？这个法圈。法圈放这里，我有毛毛虫，吓死人了！你有那么大的毛毛虫？对啊。